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神，大家好。谢谢占道天师德、老天欠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天神给佛学机会学讲。这个我们楞严经呢有在这个印啊200本，所以各位假如说哦这个带得太重，就可以放在家里，来这边呢拿这边的看。那假如说你这个书上有写字啊，楞严经里面你自己有记载，那你就要带来带去啊。那还有很多的，我们以前讲过的六祖坛经、道德经啊，以及现在讲的楞严经，我们都有做这个 DVD， 然后呢也有做 MP3。然后也有做 CD， 鼓励呢各位大家都拿回去看，拿回去听，也可以送给亲朋好友。我们北部啊，这个烧录很多，竟然烧到我们这边，或许一看啊，堆了一大堆啊，都没人拿。各位家里都有吗？有。哦，自己听，自己看。然后也介绍呢亲朋好友听，亲朋好友看，能够呢都能够深入研究，何况我们老师又一直大力推广，一定呢要研究，我们能够呢深入啊，我们的心性都能够明心见性。各位明心见性了没有啊？不敢很肯定答复了哈。因为这个心性呢，就是没有形象，可是呢，非常亲切，我们都能够体会。那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那就可以超出啊轮回，就可以回归到本位。所以这个呢。是很难遇到的这个机缘有上天大开普渡啊，才有这个机缘让我们回归本位不像以往啊，要修到功果圆满才可以受记，有受记才可以成道成佛。那现在我们都受记了就是已经有成道成佛的资格，那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啊成道成佛。各位愿意吗？愿意。那就要努力的先了解这个真理了解心性在我们身上呢跟我们的关系那很笃定的专一的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啊能够呢修正光明，真的恢复到本来。然后我们呢就接着呢这个上礼拜所讲，我们讲到第几页呢？39页。39的哪一段？汝言不知失意所在，是这边吗？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跟阿难讲说呢，你在讲不知道呢这一个真理的所在然后佛就讲那个真理啊意性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允何为在。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这个楞严经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性理心法那么多的经典就只有这一部是在讲性理心法。那我们了解说他呢有一点没有研究是有一点深各位先生深不深？比起那个六祖坛经跟道德经是有一点比较深，比较不容易了解所以开始的时候那个释迦牟尼佛就问阿难
说我们心的所在，我们心在哪里？哦，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呀、啊。那我们呢，所有的众生呐、啊，都会讲哦，哦，我们的心呐、啊，就在我们的身内，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还有印象吗？哦，因为一般呐、啊，哈、哦，社会人士啊，哦，以及所有众生呢，也都认为啊，心呐、啊，就在我们身内。那释迦牟尼佛就问阿难说：“既然啊，哦、我们的啊心呐、啊、是在身内的话，那心有灵知的作用，灵敏的知觉性呐、啊，灵知的哦那个作用在。那么凡心所在啊，一切啊均能哦分明了别。你的心呢、啊，你都一样哦，一切都能够呢。”哦、很透彻的知道，假如说心是在我们身内，那我们身内有五脏六腑，那请问啊，我们看到了没？都没看到，对不对？嘿啊，所以佛又讲说，哦，那个灵知的作用啊，哎，能够让我们什么都了解，那怎么心哦，我们心在身内呢？啊，不知道啊。哦、我们的五脏六腑，然后啊，我们哦抓生法掌，爪就是真杆指甲，哦，还有头发，哦，那个头发跟那指甲的生长，哦，每一天啊，哦，每一秒它都在慢慢的生长。那我们看到了没？哦，都没看到。它、啊、有没有在生长？有，都有哈。哦啊、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那个灵知的心、啊哦、不在身内，可是我们都会、哦哎、怀疑、啊、怎么会不在身内呢？这么亲切应该是啊。那我们看到小孩子啊，会不会长大？会。那假如说、哦、我们的心是在、哦、身内的话，一定也可以看到我们在生长，在长大，看得到吗？那我们长大了会老，对不对？哦，会不会老啊？会，哎、会一直哈、哦，哎，这个器官呐、啊，哎，都接近哦，哎，那个啊不堪用的时候。那我们假如说哦，心是在身内的话，我们应该都会知道了。可是我们既然也都不知道，所以、哦、我们的心、啊、不在身内。那接着下来，阿难被佛这么一吼了以后、哦、他就往外、哦、在身外，然后讲另外六个地方了。那个是被佛逼出来的、哦、不是他的本意、啊、他的本意只有在身内。那我们要了解说呢，哦、我们在凡尘的时候啊，也是要了解说我们的心在哪里。各位前贤，我们的心在哪里？这个、哦、就是最高品质了、哎、因为、哦、不知道、哦、不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可是呢，我们都时常听到啊、哦、说无所不在，对不对？心也不在内、哦、也不在外、哦、然后也不在中间、哦、那么就是、啊、无所不在。无所不在呢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啊、可是、哦、我们不要那么笼统，那么笼统的话呢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小。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到我们在日常所用的心、啊它到底在哪里？哎，啊，所以这么一哦，回光返照了以后啊，就会知道心很亲切啊，一秒钟哦都没有离开过。所以哦，我们用文字来讲，叫做不急不离。不急呢，就是不住在身上了；不离哦，就是不离开身上了。这样了解吗？不急不离、哦、心啊、哎、就是啊最亲切的，一秒钟啊都没有离开。
只是我们不认识。然后我们呢，研究心理心法，要对心啊先认识，然后认识以后啊，先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有生灭的心，有不生不灭的心。那生灭的心啊，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哦，那不生不灭啊，是佛性的本体。那我们呢，研究心理心法，就是要先了解到本体。那心本体了解了以后啊，有体，然后有用，体用它中间还有一个相，体相用，有体有形象，然后有用那我们呢就是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就是要先呐、了解本体。那本体先了解，我们能够呢掌握啊。那个佛性的轮廓，那我们掌握到以后啊，就是等于找到啊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不生不灭的真心呐、即心呐、就即佛，成佛啊，就是这个真心成的，不是我们生活上啊所用的生灭心呐、我们生活应对万事万象，那个啊，都是啊生灭。无常变化，我们用的时候呢呈现，不用就消失，所以那个是实以生灭、所以我们修道、就一定、要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来修不生不灭的佛道、我们都一再强调有没有？有。没有回应也是知道了，知道说我们开始啊两年多前啊，就已经啊标明了要用不生不灭的心啊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一致啊才会成。那假如说我们用呢凡尘的生灭心来修，不管修了几生几世啦、我们修了六万年，已经啊一千生来说的话。也不成道，也不成佛，为什么？因为都是生灭，生灭变化不会成就，所以一定要找到不生不灭。那找到不生不灭呢，又不是很困难，对不对？对，很容易啦齁，我们只要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这个时候啊，放不下的那个齁，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容不容易？很容易、不要把它想做很困难、只要我们肯万年都放下了、凡尘事、都把它抛开了、纵然这个天塌下来我们也不管了、这个叫万年放下。可是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你再怎么晃、都晃不掉了、它都跟随着我们一直啊都跟随着我们，所以怎么晃呢？都晃不掉。那个晃不掉的那个啊，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那我们不变之体啊，已经找到了。然后呢，再回顾啊，我们生活之中所遇到的万象万事啊，那个叫随缘之用。所以在经典本身呢，它记载。那个不变之体呢，用一个文字来代表，叫做极。我们很这个极静啊，那个极。然后随缘之用呢，也用一个文字来代表，叫做照。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有没有？有。我们看到的话，假如说是看到这样的文字，那就在讲。佛性的本体、跟佛性的功能作用、有体、有用、那我们了解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找到本体了，然后作用、就随着本体而来。那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都把本体、忽略，就是、不注意它，然后呢注重、那个所有的功能作用。
甚至啊，很多众生呢，都把功能作用啊当成本体。哦，所以我们在哦之前啊，哦就讲哦，以我们呢，哦那个嘴巴的舌头来比喻啊，哦舌头就是不变之体。然后我们吃到东西呢，哦各有各的味道，那个叫随缘之用。那我们吃呢，哦一定有哦吃完的时候，吃完的时候呢又摄用啊又归体。哦，那个作用啊，又消失了，又恢复到本体，这样了解意思吗？哦，不会很深呐、啊，哦，哎，就是很啊生活化。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可以了解，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啊，哎，都有佛性的功能作用，哎，那个叫照，哦，能够呢照啊，哦，万物万事，哎啊，它一样呢，都会回到本体回来。哦、回到那个极，所以叫极而常照、哦、照而常极、哦、极跟照、啊、同时两个、啊、极照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的本来面目、啊、就是极照同时，这样有没有更了解呢？有、哎、就是有体有用、哦、我们呢在凡尘、啊、就是有体有用，所以呢，我们又回到呢刚才所讲，我们日常所用的心呐、啊，哦，先了解说，哦，我们应对凡尘万事万物啊，那个是生灭心。那我们生灭心的背后，为什么能够有生灭？就是啊，不生不灭在支撑着。啊，所以之前呢、啊，哦，我们这边还没有推广，所以要观照念头。哦，之前或者在北部呢，都会呢啊，这个要啊，所有这个前贤来观照念头，因为佛性本体呀、啊，才能够生发念头，所以我们观念头啊，就是在观佛性本体。哦，各位想一想，念头是我们头壳啊生出来的，还是佛性啊生出来的？是我们佛性生出来、哦、不是头壳生出来，我们的那个头脑、啊、它不会生念头、哦、是我们的佛性、啊、生发，所以观念头、啊、就是观佛性。那因为后来、哦、后学发现说观念头、啊、我们、哦、那个观的方向错误，不是呢观那个能生发念头的佛性本体，而是呢观啊哦、已经生发念头的内容、啊、那糟糕了，我们越观就越多了。各位有没有观过念头、啊、越观越多还是越观越少？越观越多。那就是进入、啊哦、我们那个、哦、念头的内容，一进入内容了以后、啊、哇千差万别了，所有的念头啊都是从我们佛性生发，所以越观的念头就越多了、哎啊、所以、哦、后来才觉得说我们做万缘的放下的时候、啊、可以把这一种、哦哎、那个、啊、毛病去除掉、哦、就不会呢越多的那个念头生发出来，越观就越烦恼。本来我们观照念头是要、哦、消灭烦恼、哦能够呢观照啊生发的那个源头、哦、原来是佛性生发、哦、找到源头了烦恼就消失了。结果我们、哦、不从这个根源着手，从那个尾巴、哦、那个枝叶、啊、着手、哦啊、就越观、啊、念头就越多、哦、就越烦恼，晚上睡觉、啊、就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觉了。所以改变方法了，万年放下、哦、呼呼大睡就很容易睡得着觉、哦、精神、啊、都放松了、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修持的法门、哦、非常多，那看看我们、啊、适合是哪一种修持、哦、方法，我们就可以拿来用。那我们呢、哦、在生活之中先了解到生灭的、哦、心、啊、跟不生不灭的心，然后呢、哦、我们了解说、哦、我们从、啊、有为、
有所作为，然后呢进入啊无为。那么无为啊，无所作为，就是佛性本身呢所生花。那我们已经啊六道轮回太久，所有的习性啊、习惯性啊，都是啊脾气毛病。那我们佛性里面啊，没有脾气毛病，也没有贪嗔痴啦。可是我们现在哦，养成啊非常多的哈、贪嗔痴。那我们落入啊情绪啊，就不讲理。那越来的人生呢，就每况越下，越来越不理想，受的苦就越多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在日常生活啊，我们要去掉佛性所没有的习惯性。我们的习惯性啊，各位前前有没有回光返照我们的习惯性？大概都没有了，这个跟人家计较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呢、去回光返照，对不对？还对啊。所以呢，因为六道轮回太久，养成的习惯性啊都不合真理。因为不合真理，所以我们呢，那个心性啊就没办法清净。那不清净啊，恢复不了本来，光明啊发挥不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就要自我勉励啊，要呢能够啊时时刻刻啊回光返照，看看自己的那个习惯性啊，就是我们的那个情绪。各位有没有培养控制啊情绪？修道不可以有情绪的，我们情绪好情绪坏啊，是不是影响到我们作为？是，而且很大。假如说情绪不好啊，这个别人呢一跟我们一接触了以后啊，他就要赶快离开不然呢这个会有一些灾难啊会降临所以我们了解说修道啊不能落入情绪一情绪啊就不讲理一不讲理啊就造业了啦所以一定要去掉先把那个情绪啊管理好都呢保持啊这个很良善的那一种心态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看到啊那个电线杆都有贴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有没有我们就照这样做了这个存好心然后说好话做好事虽然安尼讲出来很容易啊做出来倒是有一点困难这个存好心还可以可是变化也很快啊我们本来是存得很好心可是稍微一点点吃亏啊那个存好心就不见了马上变化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那个生昧心啊变化得很快要认识它不让它呢来主宰我们所有行为要认识先呢知道呢那个我们的生昧那生昧心已经能够控制了我们就慢慢啊可以深入深入呢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那我们日常所用的呢都是啊不生不灭的真心这个时候啊就不容易造业了那不造业就不会受苦所以就是要了解到当我们要找到啊我们真心的时候啊因为它尽虚空遍法界整个虚空之间啊都有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可是我们所能够这个感受很深的却是生灭的心
而且很强烈的、哦、引导我们的走向，也是生灭的心。他说一定、哦欸、要认识、哦、然后呢慢慢的、哦、能够引导自己、啊欸、走路、啊哦、不生不灭来、哦、主导我们的行为动作、欸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从有为然后一直、啊、做到无为、哦、像小孩子吃饭啊哦、一定要先开始喂、哦、喂他吃，然后慢慢呢叫他自己吃、啊、当他呢、哦这个、开始自己吃的时候、哎、都不很理想、哦、有一些饭粒、啊哎、都掉到嘴巴外面、哦、可是呢他只要一段时间以后、啊哎、他就会了，会了以后、啊、慢慢长大、哎、自己会吃饭了哦、自己 啊, 啊会治理自己的生活、欸、那就已经、啊、他是从有为已经做到无为，那我们也一样从、哦、这个生灭的、哦、那个心、啊、来做起，然后一直、啊、做到不生不灭，然后当我们已经都非常的习惯、哦、把不生不灭、啊啊、已经呢融入、啊、我们的生活之中，那所有呈现的、啊、都是真心。所以我们、啊、各位先生，我们平常在用真心的时候、啊、用的最多是在哪里？各位都有经过啊，年岁都蛮大的嘛、哦、那个男女之间恋爱、啊、有没有？是不是我是真心对待你的，有没有啊？都没有啊，他们都假，都是虚幻的，都是骗人的。所以我们用真心、啊、用最多、啊、就是在互相之间、哦、情投意合的时候，虽然有时候嘴巴没有讲，可是心里面、啊、是不是一定在想说我是真心对待他的，有没有？承不承认啊？不承认哪会嫁给他、哦、哪会娶他做太太、啊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都有经过那个阶层，可是、哦、我们要知道、啊、我们那个时候的真心、啊、是建筑在四心上面，真心、啊、建筑在四心上面，那四心、啊、就是生灭，认识的心、啊、它是生灭的、啊、所以只要时过境迁会不会变心？会、哦、假如说真心的时候、啊、真不会变、啊啊、那个都是不真，那为什么不真？当在恋爱的时候、啊、或者都讲、哦、那个、哦、那个海水会干、啊、石头会烂，够不够厉害、哎、我们都很自然就讲出口了，对不对、哦、所以那个心、啊、也是很真，所以、啊、那个时候、啊哎、可以为他生可以为他死、啊、假如说不真的话能够到这个程度吗？可不可以到这个程度？不可能到这个程度嘛、哦、所以可以为他生可以为他死，那个程度真的就是很真、啊哦、那或者就讲这个时候的真、啊、就是建筑在四心上面、哦、就是认识的心、啊哦、就是跟他认识以后交往、哦、互相之间呢、哦、那个、啊啊、这个内心、啊哦、付出就是真的，可是、哦、那个时间、啊、会变化、哦、时间已经过去了，环境改变了，心也就改变了，那心一改变以后、啊、拉得回来吗？已经、哦、拉不回来了、哦、那个都是人生的悲哀，对不对？哎，所以、啊、拉不回来，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哦、我们所追求的、啊、就是实相，
我们是上个礼拜呢，还是上上个礼拜，不是一直在讲实相吗？有没有？啊，都没有印象啊。哦，一直推广，说我们一定呢要走入实相，实实在在的形象。哦，实相就是没有形象啊，因为有形象就会变化，就不称为实了，它是虚。哦，是幻，哦，是幻象，是虚象，哦，都不实在，那实相就不会变化，哦，所以我们要走入啊实相，那实相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才叫实相，哦，没有形象的，可是啊，确实哦存在，让我们很强烈的哦可以去感受到。哦，可以去啊，保有它，哦，那个实相，那我们要追求，哦，追求实相，哦，在实相之中啊生活，哦，说啊这个遭遇的，哦，说我们付出的呢，都是从哦实相啊出来，哎，都是实实在在，哎，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哦真正的。踏入啊，哦，修道的轨道，哦，走入实相。那我们把它推广，哦，整个虚空之间呢，啊，哎，都有我们哦真心佛性在。所以啊，整个虚空呢，哎，叫真空，叫妙有。哦，真空妙有啊，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哦，真空妙有啊，就是我们的法身。哦，法，哎，就是呢，不生不灭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哎，那个法身呢，就跟我们很亲切的哦在一起。所以之前呢，啊，我们讲那个句语啊，哦，或者说要各位能够背下来，然后去做，哦，说讲真人呐，啊，不讲理，处处呢就随着你，睡时呢伴汝眠呐，啊，行时随汝行。你不认识他呢，他却认识你。有朝看透他呢，知佛皆欢喜。记得吗？记得。那个真人不讲理哦，不是说他霸道了，而是说真哦，我们那个真理呀，啊，不能落入对待。一有对待哦，就不是真理呀，啊。哎，所以真理没有对待，是一个绝对体。哦，各位都有看那个如是我闻那哦那一个文章啊，他就讲哦，我们那个真如啊，它是偷根偷尘哦，离身呢离界离眼啊独立哦，离开所有的因缘，它独立的。那我们了解呢，我们所要追求呢，哦，就是这个离眼独立的哦那个真理哦啊，真理不落入对待，所以不讲理。一讲理啊，公说公有理啊，婆说婆有理，哦，两边啊各有说辞啦，那这样呢就没有交集，哦，就不是啊，哦，我们要追求的，哎，那个啊，哦，究竟了义。那真人哦，他不讲理，他处处啊就随着你，一天24个小时啊，哦，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哦这个知觉之中。都在我们直觉性里面，所以啊，处处啊就随着我们。哦，睡的时候啊，哦伴我眠；醒的时候啊，随汝起。哦，不管是睡觉啊，是醒的时候啊，他都在。哦，你不认识他呢，他却认识你。我们不认识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啊，可是佛性啊认识我们。哦，有朝一天啊，我们看透他，已经知道了知佛呢皆欢喜，又多一个佛出来。哦，因为啊，这一个不讲理的真理啊，哎，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也就是佛，佛的本体。这样了解吗？了解。哦，很亲切的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修持啊，哦，很亲切的哦呈现呢，在日常生活之中。那所以我们在生活哦，时时刻刻要告诉自己哦，说我的真心所在是在哪里。
各位先生，答案出来了没有？真心在哪里？还没有啊。哦，真心在我们知觉之中，真心呢在我们的哦了了分明之中，这样了解了吗？了解。嘿，我们面对哦万象万事，哦，我们有了了分明的时候，有迷糊的时候，那了了分明啊，那个就是真心。真心所在啊，因为没有形象，可是呢我们可以切实掌握，切实体会，这样了解了没？那么困难吗？哦，因为没有形象，哦，就不容易把它呢指点出来，哦，可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都有用，哦，都有运用到，那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啊，就是要了解它是死与生灭的呢，还是死与，啊，不生不灭，哦啊，生灭的我们一样要用，可是，哦，就是不要住，哦，像说，哦，嘴巴的舌头不变之体，哦，然后呢我们吃花生，啊，随缘之用，那各位浅显，我们吃花生有没有吃完的时候？假料的料，对不？哦，吃完就没了。哦，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随缘之用啊，就在我们哦那个啊，吃完了以后，那个随缘之用就用完了。用完以后呢，它摄用、摄受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又回归到本体，又回到哦我们舌头回来。然后舌头这个时候，哦，在吃面，是不是吃到面的味道？是。又发生了随缘之用，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哦，原来佛性这么奥妙，它有这么广泛的随缘之用。啊，不要把随缘之用当成本体，哦，因为假如说把随缘之用当成本体，我们不会摄用归体。就是完了以后啊，不会让它回归到本体回来。可是我们是不是自然而然，你不用去哦做什么动作，它就归到本体回来，对不对？然后我们在吃哦这个时候吃梅子的时候，就变梅子的味道，对不对？所以哈，我们了解到佛性非常奥妙。哦，它可以让我们很广泛的应用，那我们就好好用啊，它都是生灭的，不要住相，想了解吗？哦，很活泼的啦，修到很快乐的，哦，啊，要了解啊，越研究啊就能够越深入，越深入我们就越能够掌握到我们哦那个生命的脉动。哦，我们可以哦，就是啊，把那个身体的啊四大假合啊，完全都脱离哦，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所以，当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不要怕没有路可以去啊。各位浅显，一口气不来，我们要去哪里啊？对啦，只有一个答而已呢，所以我们要到礼天啦。啊，礼天在哪里啊？惊惊啦，未着定，哦，就在当下。我们呢，就是要到礼天，哦，离道离的天，道离的地方所在。我们所哦看到的、所知道的这一些啊。哦，这一些有没有真理所在？有没有？怎么不敢肯定呢？哦，这个呢都有真理所在，所以我们呢，哦，一口气不来啊，就要归于呀，哦，那个道理之天、理天，哦，都在我们当下，哦，现成的，哦，圆满的，都不缺欠的。哦，我们要了解到。
哦，我们呢啊，这个生从何来？然后死呢？哦，又到哪里去？我们生从哪里来？啊，死的时候要去哪里？这个导游标准答案了哈，生也从里天来，然后死也到里天去。哦，我们都在真理世界之中。哦，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哦，我们呢，这个旁边也有那个《金刚经》，里面呢最好呢就是31分呢所讲的哈、哦，不取一相啊，如如不动。我们都一再提有没有？哦，不取相，没有形象啊。然后我们佛性呢如如不动，哦，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整个宇宙虚空都有佛性在。哎，所以我们呐、啊、不用到哪里去。哪里都有佛性、啊、佛性都有，所以都不用来来去去，不用搬家，这样了解吗？了解。那假如说社会人士他不研究不知道，那就会被业、啊、所推、哦、善业恶业、啊、都会把我们推到现象、哦、去现象、啊、所以要了解到说我们不研究的话一样啊会被业力啊把我们推、哦、推去现象。那假如说、哦、这个为非作歹、哦、业力一推啊就一定是三恶道了、哦、畜生道地狱道跟恶鬼道。那假如说都是行善，那我们啊、哦、被业力一推啊、哦、就可以到那个六欲天、哦、就是欲界的、哦、那个六个天。我们可以、啊哦、去享福，这样了解吗？好像都很生疏、哦哎、要往地狱的多呢还是要往天堂的多？都是行善吗、哦、都不敢回应呢、哦、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说、哦、这个跟我们的日常、哦、那个行为、啊、很关紧要。假如说是利益众生，对众生都有利益，那我们做了以后呢又不记在你脑海，那么我们的福报、啊、就蛮大。那假如说我们又把福报、啊、抛开脑海，脑海完全都不记忆，那就进入、啊、我们性分之中，那就叫生慈得本，我们种植、啊、我们道德的根本。那生子得本啊，往后啊，共舟上哦，就可以坐得住了，就不会倒下了。哦，这个众生一朝拜啊，我们就坐得住。当然不是说我们都哦，这个修道啊，就要想坐在共舟上，好、哦，那个是自然而然哦，众生纪念呐、啊，我们对他们的哦那个帮助哦。所以呈现的、哎、那个动作、哎、不是我们自己啊、哦、然后花钱去盖、哦、是众生纪念才盖的，那个才叫复合真理、啊、所以在凡尘、哦、努力的方向、哎、就是、啊、利益众生。那要利益众生之前、啊、先要自利，自己、啊、得到利益、哦、自己、啊、该怎么走自己都很清醒哦、然后呢引导众生呢来走。我们不要呢当一片白云、啊、很苦口。后面那一句呢，几多归鸟尽迷巢啊，所以、哦、引导众生呢就是要引导他、哦、成道成佛，不要呢这个使他迷路了。我们当呢一片白云的话，哦，他的鸟巢啊，他的家、啊、都找不到方向了，那我们就做罪人呐、啊，还以为呢功大德大，哦，做罪人都还不知道，所以要了解说，哦，不能啊啊这个危害到众生的慧命，哦，这个生命啊还很短暂，慧命啊是长远的，哦，永远都在的慧命，哦，我们不能去危害。哦、要使他能够发挥他的光明、哦、这样才是正确、所以我们、哦、在这个修持的过程里面呢、哦、
就是要头脑清醒，时时刻刻啊都能够把真心呈现。这样能够呈现了吗？哦，就是要了了分明哦，我们的那个知觉性啊了了分明哦，就是啊不生不灭的真心啊呈现的时候。这样了解了吗？很深吗？不会啦哦，只要用一点心哦，我们就可以哦进入。所以佛哦这个七处啊哦真心所在。我们的心在哪个地方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啊给我们指点了哦，我们的心啊是无所不在，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住中间哦，无所不在的。这样了解了吗？了解。无所不在哦，不是这个含混的哦，不是哦我们台湾话讲含里合里哦，不是那样的哦，哦是很清醒的，所以要了解到哦，我们的真心啊一呈现哦，即心啊就即佛，就是佛了哦，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方向目标啊很明确哦，即心即佛哦，就是要追求这个，所以哦，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汝言啊，不知大小缩短之意所在，而见性啊，大小之意啊，哦，定不定之性呢，如虚空一样，哦，虚空呢，随气啊而现啊，哦，方圆之相，哦，这个虚空没有形象，它不会拒绝啊，之相发挥，哦，所以佛就跟阿难讲。说允何唯有定在也、哦、就是没有一定的地方所在。这样了解了吗？我们的心、啊、没有一定的地方所在。那我们回顾、啊哦、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呢、哦、假如说没有房子住、啊、这个一出去以后、啊、就会注意房子、哦、它是贵呢还是便宜，是好看呢还是不好看，地点好呢还是不好、哦、风水呢如何，是不是都会注意这样？对。心有没有所住啊？有。那假如说我们、哦、这个出门啊、都用十一号，就是啊也没有脚踏车也没有机车也没有汽车，就用两条脚哦，是不是十一号？是。哦，然后啊，我们哦就会注意啊，哦，注意啊，这个行的工具啊，那心啊就被呢这个行的工具哦占据了，有没有住相？哦，很容易住相，对不对？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的心啊很容易哦。被外境啊所影响，这个我们在讲心理心法哈，这个一直在放鞭炮，我们就让它庆祝。释迦牟尼佛呢辗转、哦、解释、啊、见性无碍，我们那个、哦、见性、啊、能够看见的本性、哦、没有障碍，那么故为阿难呢？哦，如今呢、啊，欲令虚空入无方圆之相，但此啊去之方圆，只要把那个哦器具啊哦除掉的话，哦空体啊
本无一定的方圆、哦、那个空之体、啊、没有固定的、哦、那个形式，那么不应收言、啊哦、持去之方圆以外，更除、啊哦、虚空方圆相之所在、哦、所以虚空、啊、没有形象，虚空无相、哦、无相的虚空、啊、就是我们佛性的本体、哦、已经也是佛性本体了，所以佛性本体一样、啊、没有形象，就是因为没有形象，所以它不生它、哦、也不灭，不生不灭、哦、所以永远呢都长存、哦、都呢能够呢长存在这个、啊、整个、啊哦、空间。若如理问、哦、若如、哦、如问、啊、入世之时收见、啊、令小、哎、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所以你在问、啊、进入啊哦、那个讲堂的时候、哦、进入、啊、室内的时候、哦、把我们的见性、啊、把它收小了，然后佛就讲我们呢、哦、这个抬头、哦、仰观呢、哦、那个太阳那个日的时候、啊哦、离取晚见、啊、起以日灭，你把你的见性、啊、已经呢跟那个、哦、太阳的那个面、哦、那个光明面、啊、已经相合了吗、哦、若指强于、啊、能狭、哦、能夹间断，假如说我们、哦、盖的那个、哦、墙壁、啊、以及屋檐能够呢把我们的间线、啊哦、这个夹断的话，然后我们把那个墙壁啊哦，要穿为小洞，就是呢，把它钻一个洞，零五啊，哦，聚集，我们从那个小洞看出去呀、啊，哎，那个呢，外面的形象跟里面的形象，它就连接起来，哦，然后呢，跟啊那个阿难讲说，示意不了，你所认为的这一些道理呀、啊，都不合，哦，跟真理呢不合。那么佛要呢、哦、当机阿难、啊、自己、啊、审查、哦、进入、啊、室内的时候、哦、狭见、啊哦、我们把见性、啊哦、把它收小了、哦、则呢观、哦、这个太阳的时候、啊、岂能够呢晚见、啊、起以入面、哦、就是、啊啊、我们的见性、啊、跟太阳那么宽广，那么此来哦、令审，就是自己呀、啊、审查观察，要我们自己呀、啊哦、来做答案、哦、那么观日啊为疏、哦、我们看太阳的时候啊不是把见性啊舒展开来，那么进入啊室内的时候啊不是把它收小，不是把见性呢收小，所以我们的、哦、那个见性啊哦，没有这个呢，大也没有小，哦，没有大小的分别。若执强语啊，哦，能狭啊，汝见令断，哦，盖的那个墙壁啊，哦，屋檐，哦，那个语啊，就是屋檐，哦，能够呢，把我们的啊见性啊，哦，夹断了，那么将哦那个墙壁啊，哦，穿一个小洞。哦，这个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外面哦，接续啊里面的迹象。那么此意呢，哦，令阿难啊啊审查观察，哦，穿无啊哦迹迹，那么自知啊哦狭无断，哦不会呢见性啊不会被我们呢啊夹断。那么移说移断啊哦即非正义。哎、我们怀疑它呢会收小，怀疑它呢、哦、会断的，见性会断的，这个呢都不合啊、哦、这个真理、哦、故呢啊次之曰啊示意不然，跟呢这个阿难讲说不是这样的、哦、底下呢就讲这个啊他的那个、哦、啊答案，一切的众生呢从无始以来
嘿，就是没有开始啦，因为我们的佛性哈、哦，它没有生也没有灭，所以没有一个开始。那我们众生呢，从无始哦，没有开始以来，迷己呀、啊、为物，迷灭啊我们自己哦，变成东西啦，哦，失于本心，我们的本心呐、啊、已经呢哦失掉了，哦。我们有没有迷己为物？我们都认为啊，身体就是我，对不对？啊，身体是不是东西？是。哦，所以假如说被人家骂哦，说你不是东西，哎，应该是要说谢谢你，我真的不是东西，我是哦活菩萨，不是东西，哦。所以啊，这个佛就讲，我们众生呢，迷己为物啊，迷灭自己啊，变成东西了、啊。哦，认为啊，身体就是我，是不是东西？哎，现在啊，还会不会认为身体就是我？还是会啦哦，对不对？不是哦，阿伯，这个身体是什么？哦，我们都还会认物啊为己，很灵敏的哈、哦，本心呐、啊，哦就失掉了，失于本心，哦失掉本心，所以佛这样讲呢，我们了解意思了吗？是不是我们都失掉本心了？哦，这么灵敏的本心呐、啊，我们都不认识，哦，因为都从来啊。没有把它放在第一位啦，都不管它，我们所管的都是身体呀、啊，对不对？身体都一直管啦、啊，所以才有那个排毒的动作，说吼还蛮贵的，贵不贵啊？很贵哦，有没有在排毒啊？这个毒会害死人的哦。啊，知道毒怎么来的吗？我们要了解哦，毒啊，就从贪嗔痴来。哦，一切的毒啊，都是从怨愤来。我们有怨恨吗？有没有？在生活之中，对我们周遭的人有没有恨？有没有怨？那个都是毒哦。真的要排哦。他、啊、还要花钱，还蛮贵哦，听说还蛮贵、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在那个《大藏经》里面、啊、他就有一段记载，他说有那个哦啊，这个修道的人啊，想要害他了哦，要把佛害死，就是那个嫉妒啊，哦，嫉妒的心啊，想把佛害死。然后就把、哦、这个佛视线、啊、在凡尘跟我们凡人一样有吃饭、啊哦、有吃东西，然后就把那个毒、啊、放进了那个东西里面要给释迦牟尼佛吃、啊、释迦牟尼佛他知道了，他知道说这个食物里面、啊、有放毒、啊哦、放毒，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讲，他说、哦、我们凡尘最毒啊就是贪嗔痴，那他已经把贪嗔痴啊都已经修持啊去掉了，没有了，没有贪嗔痴了，所以、哦、这个放在那个碗里面的那一些毒啊就根本、哦、不值味了，不用怕了，他就吃下去，真的就没事了。可是我们大概还不行哦，我们一吃的大概会跟凡尘拜拜的哦，所以佛就讲说我们呢迷己为物啊，哦失于本心，哦那本心啊就是没有形象，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可是我们都失掉了。哦，失于本心，然后为物啊所转，我们被呢这个东西呀、啊，哦所影响，
哦所转换，我们整个念头啊，都被这个哦物形象所转，为物啊所转。我们有没有被物所转？这个物啊，可以引起我们高兴，引起我们不高兴，对不对？很强烈哈、哦，强不强烈？强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哦，真的佛在讲的都没错。哦，任己为物啊，是以本心，所以为物啊所转，哦，被你这个东西啊转变，哦，故于事中啊观大观小，我们在呢这个有形有相的里面啊，哦，我们会呢哦观大观小，哦，东西啊形象啊大呢还是啊形象小，哦，观大观小。那么若能转物啊，则同如来。那我们能够转物啊，哦，各位浅浅知道吗？我们转物啊，就跟如来一样。如来是谁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所以我们的佛性啊，可以转物，而且哈、哦、又很。好、哦，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又很哈、哦、很容易见到的东西呀、啊，哦，各位就可以看啊，我们现在啊这个凳子这样一排，哦，这个脸都朝向哦这个活菩萨，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把那个凳子啊一转过来，我们可以转到哪边去啊？很容易啦，转到看后面啊。转到看右边，转到看左边了、啊，可不可以呀、啊？可以。所以啊，能够转入就同如来。我们能不能转入啊？可以。哦，就是可以，很容易转，对不对？可以。摆什么方向，它要变什么方向了，容不容易转？可以。或许因为、哦、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了、啊，跟老千、哦、在一起生活。那刚开始啊，哦，这个感恩楼盖好的时候啊，哦，老千就哦从福山然后过来哦这个埔里感恩楼这边生活。他因为感恩楼呢，就只有哦霍学跟老千两个人住了，哦，那个啊那个房子啊，各位有去过天佛院吗？有啊，有看过那个感恩楼吗？有。感恩楼、哦、你面对感恩楼啊、哦，那个右边就是老天住的，左边就是后学住了。啊，当哦要相处的时候啊、哦，已经住在一起的时候啊，老天就把里面的东西啊，这个搬过来，这个搬过去啊。啊，老天搬一定要后学跟着搬，对不对？两个公家官，公家官嘛，哈、哦。对不对？那或许那个时候在想，这个哈、哦、应该是假扮修行。可以知道老天的意思吗？老天不讲话哦，就搬东西呀、啊。或许也是经过蛮久的时间哦，才体会说老天要我体会哈、哦。哦，这个啊，若能转物啊，即同如来，知道吗？老天不用讲的，用行为动作。我们会不会去做这个动作？大概都不会了哈、哦。哎，所以就是有时候啊，或许因为。哦，各位，假如说有啊，听那个道德经，大概是21吧，对不对？或许不是讲老天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在第一分的时候，那个视线呐、啊，哦，那个周一慈波有没有？啊、哦，一定都没看的啦，也没听，所以都没印象。你看最好的法门哦，都已经送给你们了，你们都不要。老天视线啊，无我、无法、无非法，跟那个释迦牟尼佛视线给哦须菩提啊是一样的。
佛学不是说哦那个台中那个陈姐啊陈姓啊卤了一锅的那个素料要拿去给老先生吃，有没有？有。哦，那还好了，有听了，只是哦那个最好的部分呢、啊、都没有记下来。因为到哦湖山的时候啊，那个老先生身边啊都没有人服侍了，很多山财都不见了。啊、只有老钱一个人、哦、坐那个圆板凳、哦、带一个斗笠、啊啊、坐在那个主持池门口。那后雪、哦、就、哦、到那个门口，啊、陈姐就把那个卤料、哦、拿到厨房去了、啊、剩下后雪跟老钱人。那后雪说、给老钱讲说您老后雪进去参加。老钱就起来了啦、哦、从圆板凳起来，然后就打毛巾了、啊、那后雪看到那个动作、哦、就向老先生说您老后雪自己来，老先生说您来是客、哎、就、哦、打毛巾，那后雪筹差一差、哦、就进去参加，参加出来、哦哦、向老人家说您老向您老点过礼、哦、像点师说参加了，像老人家的话说顶礼，哦，顶礼，顶礼应该是要哦跪着啦，可是我们都是用嘴巴讲，哦，然后老天就走到那个茶几呀、啊，哦那个哦端茶了，那后学又讲说，您那后学自己来，我给你评的好了，我自己来，哎，老天说，哎您来是客，老天是不是没有我相？哦，代理天命呢、啊，已经是最高。那或许这个开车的哦，应该是最低。老天都没有那个观念说，哦，他是最高，我是最低，没有偏等。哦，所以啊，给或许打毛巾呢、啊，给或许端茶。我说我这个身体不好，有原因的啦。哪看哪受得起呀、啊？吼、哦，还有那个德惠菩萨那个张千人呐、啊，哦，因为大姑或许给大姑开车了，哦啊，大姑跟张千人很默契，就是哦，哎，很谈得来。每一次啊，哦，大姑上台北一定会去拜访德惠菩萨张千人。那张千人呢、哦，他身边没有人奉侍啊，他不要，哎他。哦、有那个儿子媳妇、欸、就住在延吉、哦、街，然后、哦、后学在大姑到了以后、欸、张千人就削苹果还有那个梨子、啊、削水果了，然后后学一看说领导后学自己来自己削自己吃了，他说哎、欸，你来是客 你去坐着，是不是这个都有原因？然后到永和、哦、去找那个李千人、啊哦、那个三峡灵隐寺啊，那个李千人，他、啊、也一样啊。哦，这个真的是哦，嗯，我们谈话讲，哎，较严格呢。不然会倒下去。所以哦，你看哦，前人背的哦，那一种在日常生活之中表现出来啊，哎，就是把真理能够呈现平等哦，没有高低的。那我们哦，就是很难，难不难？很难哦，哎。这个假如说哦，这个位阶比较高的，要把那个位阶比较低的人打毛巾哦，这个大概都腰哦弯不下来，弯得下来吗？可以哦，哦那很理想哦。啊，所以或许就哦体会说哦，这个老天在生活之中啊，哎。把那个真理啊
用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在饮食吃的就是那么小碗的大概七分满，一点点菜，喝一点点汤，三餐都这样，很简单。所以或许都会讲苟且易养，苟且就是简单啦，那个在天印篇第五小段各位都有看吗？好像或许有 印过来的就是能够这个在生活之中都很清淡。所以到九十几岁的时候健步如飞，或许跟在后面要半跑步才跟得上。那我们吃得太好要坐轮椅知道吗？吃得太好要坐轮椅，你吃清淡一点可以健步如飞。所以在生活上人家都这个视线给或许看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感恩楼学到很多了，老天爷都是把那个真理呈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说能够这个转悟的话，就跟如来是一样。当后学已经体会了说若能转悟即同如来，老天就不搬了啦。东西不搬了，让它归位，都已经定位了，所以就是要了解到不用语言，用语言讲话不慎重，用行为来表示体会就深。所以这个或许从这个十三岁一打坐开始一直到今年六十九岁全部都是投入在怎么样来修道，怎么样明心见性，怎么样利益众生，可以说都是在这方面所以很多都是自己本身去实验，实际的去做然后有功效才出来教人不会说这个道听途说了，这个讲的都不负责任的那不会了，所以这个各位天贤听或学讲有没有不一样？有，就是不一样就是因为投入了一点点像那个我们说在这个五行那一种那个造化的那个引诱之中，或许也自己体验，然后呢在想说我们这是不是真的会有那一种倾向，还是真的比如说有那个金钱往来的朋友那可是在这个要试验的时候已经互相都不这个切欠了，都是亲还亲的。然后或许就想，我说我们人的那一种这一种这个叫做那个气数会影响，那就像像那个有金钱来往的讲，我说你欠了五十块那么久了怎么不还？是试验的。各位知道他听到怎么反应吗？不是都还清了吗？我不是都没有欠你了吗？第一个反应然后我就讲说，你想想看，他就走开了这个时候我就在模拟他的脑筋在想，这个有向你借，可是有还，后来又有借吗？好像又有还就在那个模拟的状况里面。然后经过大概两三天
他真的拿五十块来还给我，是不欠我的哦。这样了解意思吗？哎，我们那个脑海之中啊，哦，被这一种哦气数啊，会影响。然后我就后来哈、哦，哎，就试验到哈、哦、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的人的身上，我说啊，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吗？怎么脸色那么难看啊？本来没事啦。可是我讲了以后，他整天都不舒服，他真的一直在摇他的头啊。然后再经过个几天哦，哎，转一个方向，说哦，你今天有什么喜事吗？怎么满脸春红？哦，很好看呢，本来没事了。他听到以后，那个走路啊，很轻快。各位先生，我们在不在气数之中？在。啊，要自己笃定了、啊，容不容易？啊，是不是要先认识？所以培养哦，自己对自己佛性、啊、信心。你对你不生不灭的佛性信心。人家讲好，人家讲坏，跟你无关，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啊，关不关？有关还是无关？还真的有关哦。不但有关，关系还蛮大。我们就了解说，哦，我们的那个对自己啊，哦，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信心都不够。哦，没有那一个哦绝对的信心，所以啊，哦，仁义礼智信，信基中，然后统事端，见万善，非常重要。哦，信为道源啊，功德母。啊，你相信佛性了，它就是道的根源。啊，你所有行功德的哦源头啊，就是从信来。哦，所以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哦。可是我们都不够啊，哎，对佛性的信心都不够。一用到信哦，就相信外面人讲的话，相信外面的事情啊，都跑到外面去了。哦，啊、这样呢，他就没有办法发挥他真正的精髓所在。哎，所以我们就是要哦，嗯，相信自己佛性，哦，笃定。那要怎么相信呢？就是要时时刻刻能够回光返照，一返照了哦，直觉性就出来，灵知的作用啊，整个呈现真心啊也呈现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真心，哎，就是这么哦，仙佛灵敏，哎啊，能够时时刻刻啊，哎，都使他觉知，就没有无明了，啊，没有无明。我们哪可能造业？不造业哪要受苦？这样了解吗？哦，所以你看我们研究这个课啊，哦，多好，对不对？对，所以要努力。一切众生呢，皆从无始无明自地而来。哦，那呢，我们呢，都是从哦无始无明，哦，那个住在无明的那个哦。地位地步、啊哦、而来，那么迷己真心呢、啊哦？而为万物哦，迷昧自己的真心呢，认为是万物，不了呢，万物啊皆己哦，碎失啊本来一体哦。这个后面这两句啊最重要，我们要知道说呢，万物啊，万物都是我们自己呀、啊，哎，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哦，所以万物啊皆己，哦，它本来啊一体，我们跟万物、跟山河大地啊、跟所有众生啊都是一体。那了解真理以后啊，要不要计较？就不要了，哦，啊就不要分别心了，对不对？啊就没有喜欢讨厌了，对不对？
哎啊，不喜欢导业呐、啊，就没有取舍，不取舍啊，就不造业，不造业呢，就不受苦，会背了没？所以哦，这个我们呢，这个翻过来哦，虽是本来一体啊，是真心，而执心外呢有实法，哦，我们执着啊，我们心的外面啊。哦，有实法，然后不达哦，万法唯心，就是呢不通达哦，万法呢都是我们的真心，虽有呢心物啊之分，哦有心跟有物哦那个分别，归为物啊哦不随心转，而心反被啊物爱，我们的心呢。哦、反而被物、啊哦、所障碍，故于一体之中、啊、观大观小、哦、本来就是一体，我们的、哦、身心呢跟三河大地、啊哦、跟所有宇宙的、哦、一切、啊、全部呢都是一体、哦、逐渐、啊哦、迁移、我们追逐、啊哦、那个环境，追逐形象，然后呢变换我们的那个心意，动呢被物爱，我们一有所动就被、哦、这一些形象障碍。那么悉知啊，物、哦、本是心，所有的万物啊都是我们真心，迷之为物啊，则能爱心啊。我们迷之哦，它是东西的话，就能够呢障碍啊我们的真心。如冰啊，原是水，哦，那个冰啊，原来就是水。那结之成冰啊，则能爱水，哦，一结成冰以后啊，它就妨碍水。所以那个铁达尼号、啊、为什么会沉船，就是撞冰山了、啊。啊，冰就是水啊，它变成水啊，哦，那个船去撞水就不会沉了。可是呢，它变成冰的时候啊，哦。船呐、啊、就沉了，就死很多人。那么果能还迷、哦、我们反过来不迷了，自可转物啊，就可以哦转换了 啊这个万物。转物者啊，哦即转万物为自己，把万物啊转成啊就是自己，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哦，如融冰啊为水。把那个冰呢融了融化，那就变成水。那么水质啊不至于啊啊爱水，哦水就不会呢妨碍到水。那么转物之功呢，哦悉平啊妙智，我们要转物啊，就是要有妙智慧，哦领悟啊圆融的道理，哦破呢法执，哦。悟明啊，心外无华，领悟呢了解，我们心的外面啊没有华，华华为心啊，所有的万法都是我们的心，哦，转万物啊为自己，把万物呢转成自己，则知啊我与天地啊同根，哦万物啊哦皆无一体，万物跟我都是一体的。那么持有哦四法界啊，而误入啊离法界，哦从四然后进入离，哦整个法界啊全部呢都是真理。那么继取圆修哦圆满的修持，凡尘啊入现，把凡尘呢哦都让它呢哦死亡了，没有凡尘的景象，没有凡尘的事。全部呢都进入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以性呢来融成，哦用我们的佛性呢、啊、来融化所有凡尘的景象，则同如来，就跟呢如来一样，哦以妙明不生不灭啊哦之自性和如来藏，而如来藏微妙觉明圆照法界。哦，离不爱事啊，事不爱离，所以我们要用呢，哦，妙明啊，不生不灭，哦，妙啊不变之体，明啊随缘之用，
哦，不变之体，随缘之用，不生不灭，哦，那个自性，哦，已经呢和如来藏，如来含藏三恶大地，哦，如来含藏我们三恶种子，而如来藏呢为妙觉明，哦，如来藏之中呢，哦，就是妙明，哦，能够圆照法界，圆满的来，哦，照彻，啊，我们整个法界，离不爱事，啊，事不爱离，离事无碍，哦，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所以那个，哦，形象，啊，就融成，啊，全部都是佛性，而正路，啊，离事无碍，哦，法界则同如来，跟如来一样，哦，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法身如来，哦，以理，啊，为身，用了这个真理，啊，为我们的身体，圆融无碍，哦，随即一法提及法身，哦，随便举一个法出来，它的本体，啊，就是我们的法身，有理是无碍，啊，哦，然，哦，这个身界，啊，哦，无分，就是我们的身跟世界，啊，就没有分别了，哦，小中呢现大，大中现小，哦，在小的形象之中有办法显现，啊，哦，大的，哦，这个事情，哦，大的事情，大的形象有办法显现，啊，哦，小的真理，而正路，啊，事事无碍的法界，即同如来，哦，这个称作用，啊，一切自在，就是，啊，佛性的那个整个功能大用，啊，都呈现，那身心，啊，圆明不动道场，我们的身跟心，啊，哦，身呢是法性身，心，啊，是妙明心，都能够圆满，哦，能够光明，啊，不动呢道场如如不动，哦，道场，啊，就是我们佛性的场所，那么以一毛端呢，遍能含受十方国土，哦，一毛端呢，啊，就是我们，哦，那个正报的最小，然后遍含十方国土，啊，就是依报的最大，哦，最小的一个毛孔，啊，可以，啊，哦，包含整个十方国土，所以就是已经呢大小，啊，已经都没有障碍了，众生，哦，迷的时候，啊，妄认，啊，四大为自身相，则被呢四大留碍而不远，我们被呢所有宏图，哦，已经留碍不远了，然后妄认呢六尘眼缘，啊，为自心相，哦，我们六尘，哦，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哦，它呢我们攀缘留下来的影像认为是我们的心相，则被六尘障蔽，啊，而不明，哦，即是，啊，任物为己，已经呢把东西，啊，当成是我们自己，又妄认呢知法心外实有，不知道呢所有知法都是我们呢，哦，那个真心佛性，不是呢心外的，是我们心内的，哦，所以啊，啊，假如说认为心外有华，就是迷己为物啊，所以啊，动呢被物碍，哦，那么今既能够转物啊，则身为法性身，圆照周遍，心呢为妙明心呐，啊，哦，灵敏呢动彻，万物身心呐，啊，本来就是一体，即所谓的，哦，彻华严之底，哦，彻华底圆，无动呢无坏。哦，它没有啊，这个动的，全部啊都如如不动，身心呢即法界，哦，不动之道场，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我们佛性啊非常的宽广，毛端呢就是，啊，一毛头，哦，实以正报，正报就是我们身心呐，啊，依报就是我们环境，那么正报最小啊就是，哦，一个毛端。国土啊，就是佛刹大千世界，实以依报啊是最大，哦，毛端呢含国土，即以正啊，哦，摄受那个依，以正报来摄受依报，
那么国土啊，在毛端即依报哦，入正报哦。毛端来看国，从一个毛孔，我们身体的毛孔来看呢，大千世界，而国不小哦，即小中呢能够现大。那么国土啊，哦来观毛哦，而毛哦这个啊不大。哦、我们国土观毛、啊、这个毛是、啊哦、非常小的，即大中呢现小，好像呢、哦、一尺啊是镜、哦、我们那个照、哦、那个镜子的镜、哦、一尺是镜，而现、啊、千里之镜、哦、镜子里面、啊、可以显现、啊哦、千里的景象、哦、镜在镜而不小，那个啊，整个环境在镜子里面呢、啊，哦，它呢不缩小，那么镜子呢含整个环境哦，而有余啊，哦，都还有剩余，所以依正啊相色，依报跟正报啊，哦，互相交色，不相妨碍啊，没有妨碍，哦，大小呢相容，哦，无不自在，哦，这个呢全部呢都是自在。哦，即广狭自在呢？哦，无碍啊，玄门。哎，这个广哦，非常宽广，狭狭隘，广跟狭呢都非常自在。哦，没有障碍。那么前面呢？哦，故于世中呢，观大观小，乃是呢正报啊，被依报啊所障碍，见性啊，哦，被境界啊，哦，所迁移。那么此则非独啊，哦，不爱不迁，且能呢相及相入，而成呢无障碍之妙用，哦，全部啊都没有障碍。又较前呐、啊，哦，王城境界啊，哦，更是啊甚深，哦，就是把凡尘的所有景象、所有事情呐、啊，都让它死亡了，哦，叫王城。哦，能够完成的境界、啊、就进入啊法性，进入佛性，哦，不生不灭。彼但呢，圆照法界、啊、而得理事无碍，能够呢，圆照整个哦虚空法界，可以啊，哦，理事无碍。此则呢，哦，大用自在呢，而得呢，事事啊无碍。哦，所以理事无碍跟事事无碍啊，已经呢，哦，圆满呈现。那么见性之妙啊，无以加以。哦，我们见性的奥妙，哦，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不研究呢，哦，都不知道。哎，所以这个第哦七番呢，哦，就是呢这个显见呢不杂。第八番呢，显见啊不分。哎，那我们呢？这个今天呢，就讲这个啊、哦，到第七的哦，那个显见啊，不杂无碍哦，显见无碍的哎那个内容。那剩下呢，还哦不到半个小时啊，就是要留给各位哦这个提问。好，请说。刘讲师，各位讲师好。刚刚后雪有在楼下跟刘讲师哈、哦，稍微提过一下哈、哦。那后雪要发问的问题哈、哦，那首先啊、哦，就是记录一下，或者是一佛公哈、哦、那个红药新王讲师。那后雪提的问题啊、哦，大家哈、哦、当做故事啊，但是后雪不把它当做是故事啊。那后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或许当然这个也不算是很多原创的，但是或许所听到的就是说在今天嘛，那有一个谈到游魂啊，那或许就是代表说发问的问题是代替啊一个讲师来发问问题啊，那各位学习两位不要觉得很奇怪啊，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呢，那就是说或许听到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个道亲的，然后他归空，但是呢归空刚刚所讲的我们应该是要回到里面嘛，但是他没有回去，结果地狱呢又没有办法下去，
那就变成有鬼。那或许又问他说，那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不好意思讲，因为他说他是一个前道的讲师啊，就他说是故事啊，他是真是假没关系。他说他跟道场的前显哦，可能因为一些理念不合了哈，那后来呢，就是没有在道场玻璃牛牛哈，这小编你阿姨讲哦，伊就拢自己看经典，家己看经典，阿姨看了后尾啊，一段时间了，伊嘛家下就心讲哦，这个道场哦都是是非之地啊，所以哦就是媒体的媒体的，就是自修就好了。啊，后来那些道亲后来不拢无行，不然都无行，啊，两间无行，三间都无行，啊，不要心了，定，啊，另到不要无想要行。啊，后来他说他归功了之后，那些道亲的九玄七祖哦，拢不会放一双。啊，后来就回到天堂。啊，老师的讲讲哦，你本来哦，天堂也不平静啊，哦，因为他觉得说浅浅都没怕嘛，刚有月嘛，哦，啊，所以老师哦就不准他上去，他说啊，不管他要去投胎啦，啊去投胎哦，他觉得说他也没有办法去投胎，那老师就说啊，随着你的业走了，啊后来业力就把他推到人间哦，就是说当游魂，当游魂，那游魂的话以前是讲师，后来他也是就是也是在讲的哦，等于说一样是当讲师哦，那因为他认为说他以前呢。那个浅显哦都不太好，龙头刚刚把嘞，有些浅显不对，有可能是讲师跟浅显哦，跟上面的或者是不是很谈的。啊，后来他觉得说他现在他换了位置，因为以前的时候就是有上面的人帮他顶着，所以他觉得说在现象就是在人间这个哦，他觉得很没事啦。那现在。觉得说已经没有办法了啊，而且他觉得说前一天他说已经推了对了哦，或许是觉得说可能有些人就是说到了最后虽然在这个人间的上轮，但是地藏王菩萨有力，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时间到了就要去报道。那后来他觉得说他对不起忏悔，他觉得说以前的浅显的他就是说很好，他觉得他现在忏悔。但是呢，他说老师以前哦都有来看的，虽然是当游魂的，啊有些哦那些游魂，伪光体有的嘞，啊有些是佛教哦，就是说在修行的，那有求道的有事，老师都有些时间会来看，那现在没有时间来看哦。那后来就是说，他现在因为忏悔，那所以老师要现，一光哦老师马上要现在他眼前的哦，那老师说你可以回天堂。但是他因为他是讲是在人间这边有来听心理心法班的哦，就是说，或者是这样子做印证，为什么这样子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理心法班哦，就是说，他要后雪提出这个问题，那后雪也答应他，那所以说后雪哦才会这样子讲哦。啊，各位姐姐不要觉得很奇怪。啊，所以他被讲有讲师哦提出发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就是说有很多的游魂嘛，一共五颗里那个德清有得了哦，阿是为三个累积，阿是越南两个把相反，阿天龙一天没当女，阿地干嘛没当男女，阿变游魂。那现在都说很多人这一些游魂，那将来呢何去何从？哦，当然我们不希望说有一天我们是当游魂，但是或许大家要提出问题，那请刘讲师你做解答。好。这个提出来的问题啊，因为以前或许在后天庙，有17年的时间，哦，那个时候啊，也有接触到这一些问题，哦，那研究心理心法以后，哦，对这个呢，又更深入哦透彻的了解。那在之前呢，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上啊有发生哦那个昏尸命案，各位都有听过嘛哈、哦？屏东中正光哦那个第一个呢台湾发生的昏尸命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江祖翠哦台北的那个江祖翠啊哦第二个昏尸命案，
那么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个警备总部啊，还在。那么有就是因为第一算台湾第一个分尸命案啊，比较重视，舆论呢都逼着一定要破案。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啊，这个警备总部他们承办，承办这一件事。那么，我们了解说，以往，这个啊，也是要我们说不要这个迷信，然后要相信这个真理。可是因为这个承办这个案件的一个那一个头啊办案的他呢承受很大的压力，他就找到就是啊这一些有跟第三度空间接触的这一些这个机头呢这个接触，然后呢要我们去这个问那个被杀害的人说是被谁杀害。那个时候啊这个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我们看那个报纸的报道啊跟那个现实的状况啊竟然会搭不上调，不会合啊。这个政府跟我们讲的跟政府在做的竟然是不一样，然后啊第一个还好一点，为什么？找到人了，在地狱啊找到那个钟正芳。当时的钟正芳啊他就穿那个白衣啊白裙。那我们因为在后殿庙这个服务知道说白衣白裙啊一穿了以后啊就要当仙女。然后我们就问说你是被人家分尸的多的一块一块的，怎么可以啊当仙女？他说他也不知道了，这个要问这个地藏国还是问阎罗王才会知道了。然后呢我们就去问了，因为这个当年那个鸡童啊比较各个人间啊跟这个阴间沟通。然后呢他就讲，他说这个钟正芳啊他前前世就是杀害这一个凶手，那前世的时候啊他当这个修道者，修道者就已经呢不在五行之中了，所以那个凶手就找不到他。那这一生呢他又是高中念高中的那个课程还没有成长了，假如再晚一点的话可能他又走入修道的道路了，他又不在五行之中，凶手又不会碰到他了。然后他就讲，他说因为他的行为啊就是他临死都不愿意被侮辱，就是那个凶手要强暴他，他就是临死不从，绝对不被他这个强暴了。所以那个时候啊侯姐就想说这样就可以当仙女哦。就是守贞洁，贞洁他守住了，就可以当仙女。可是他被害死了以后还是先到地府去报道，然后才带到这一个欺骗去当仙女。这个事情呢、就这样。然后我们说可是凡尘都说你很可怜呢，年纪轻轻的被人家剁得一块一块啊到底是谁杀你的啊？我们就是要知道凶手啊。然后他讲那个原因啊然后我们就讲说可不可以出去啊就讲他的名字啊。他说不行啦，因为那样叫泄露天机啦不可以。可是可以说透特征，说他那个那个特征啊。他就我们出来就跟那个
哦，专案小组的那个召集人啊，哦，那个警备总部的一个哦头跟他讲，说他那个凶手哦，就是哦狮子鼻呀、啊，狮子的鼻子呀、啊。啊，我们哦这个领相片啊，不是要缴三张吗？领那个身份证啊，要三张相片，有没有？我们一张贴在贴在我们身份证，有没有？那另外两张哦，它有集中啊，那所以哦，那个公司真的很大。我们一讲那个特征以后啊，他把全省所有人的相片呢、啊，全部拿出来找狮子鼻的，看看有多少人哦是死于狮子鼻子啊。他找到以后哦，一个一个核对身份。哦，那个时候我们到第五区是三月。哦，那个农历啊，三月，然后一直他们找到哦，年尾十月，哦，就找到凶手，厉不厉害？厉害，很厉害啊！因为他哦，犯案的时候啊，戴假发，就是哦，那个、啊、跟他本来形象不一样啊，戴假发，他以前没有监视器的、啊，有监视器哦，就容易找。他以前没有啊，啊，所以找很久，找到十月的时候才破案。啊，结果哦，我们都会笑话哦，既然有一个啊，哦，那个样子哦，把它剁成一块一块，就有第二个，就是江子翠。那江子翠的是哦，那个姐夫啊，想要小姨子，小姨子长得漂亮又有钱呐、啊，啊，他要人也要钱，可是小姨子不愿意啊。他也一样，他把他杀害，他杀害了以后，哎，那个哦，那个警备总部已经知道我们可以去找到那个死者，问谁害死你的，又找到我们去找了，结果哦，到第五季的时候找不到人，找不到那个死者了，那就去问哦那个地藏古佛说啊，这个人都已经被害死了，怎么哦没有到地狱来啊？他说哦，他就是不甘愿，他要哦生擒活捉啊那个凶手。啊，我说死掉啊，可以不来吗？他说可以。各位前贤，晚上不要哦出门。为什么？因为很多哦死掉以后啊都没有去地狱啊。啊，为什么他不愿意去啊？就是有原因在啊。可是哦，那个地藏国他有讲，他说他已经死掉了，是阴体啊。那我们人是半阴半阳，仙佛是纯阳啊。哎啊，那个哦，他死掉以后，他假如说不去地狱报道，他要忍受啊。哦，像这个白天阳的时候啊，阳的时间下雨。那一滴雨啊，淋在他那个哈、哦、阴体上面，好像一支针啊，很痛啊。他要忍受那个痛，就是要抓那个哦，哎，那个凶手。哎啊，所以哦，后来啊，哎，我们哦那个破案、啊，哎，就是抓到他的那个也算哦，这个因为很奇怪了、啊，就是在防空壕里面。现在都比较、哦、少见了，以前很多那个防空啊。那么那个、哦、那个死者的旁边、啊、就是一瓶米酒，喝酒会死吗？就一瓶哦，就一瓶米酒，就这样。啊，就我们知道就是被那个、哦、他的小姨子啊生擒活捉了，把他捉，哎，抓到那个哈、哦、哦地狱去了。那我们就是了解到。以往哦，你修得很好啊，你可以腾云驾雾。那腾云驾雾啊，遇到哦前面有冤屈啊，哦有人受了很大的冤屈，你在天上哦飞啊，腾云驾雾啊，有冤屈的地方你就摔下来。为什么？就是要来解决那一个冤屈啊，因为你能够天上飞，你就是有能力。你可以解决，所以你一定要来解决。解决了以后啊，你再回。
hey,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哦、在凡尘、啊哦、这个已经过往了过世了还、啊、不到地狱去报道可以所以、哦、这个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大藏经里面、啊、就告诫我们、哦、活在凡尘的人半阴半阳晚上最好不要吃气、啊hey, 才不会被那个、哦 hey, 撞上了拉走了所以哦，这个是附带的啦。那现在来回答他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一求道以后啊，哎，就是已经啊哈、哦、第五抽钉了，天榜挂号。那么这个都是在正常的状态之下，哦，正常的状态之下呢完成的哦这一些动作。然后我们正式的修持啊，哦，当然都是可以，哦，我们都可以回礼天。可是老师最近也一直给我们强调了，万八得超然，有没有？有。哎，就是哦，一万零八百年呐、啊。然后往后呢，我们还要自己承担，对不对？对。哎啊，所以才老师一直鼓励啊，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因为心理心法有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偷根偷尘离身离境那既然都可以偷根偷尘离身离境、啊、就不被现象所拘束那我们就可以、啊、回归真的到、哦、我们那个谢谢你、啊哦、深信、啊哦、我们人生可以留下、哦、累世累劫的记忆有没有哎，老师那一首歌哦，真的讲的最少的文字啊，最多的道理，哎，都在里面呢，把它讲出来。所以我们的经过啊，哦，真的无始以来哦，已经呢，哦，千万亿年了，不止一个缘会了，已经太多了。哎，啊，我们可以哦回去呀、啊，可以哦免掉啊凡尘的这一些苦难。可以不用受苦了，可是我们众生呢都不清醒，都不研究，哦啊，所以呢都会受苦。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所有的苦啊，都是我们自作，然后自受，自己造的啦。假如说自己都不造因的话，没有苦让我们受了。哎呀、啊，所以哦，我们就是要努力啊，在生活之中不造因，哎，就不受苦。那怎么样可以不噪音呢？哦，我们就是呢，哦，所有的生活细节啊，一定都是要跟真理相合。那跟真理相合啊，哦，就没有业，已经啊不起业。那我们又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念头没有，因为念头啊，起心动念就是业。哦，最重要的、最难的就是这个啦。一起心动念的、哦、就造了业所以、啊、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啊、我们之前不是有一张不住身不他身不共身不无因身有没有一定又是还给我的这个因为我住得太远住在基隆在下雨、啊、我们这边都 好天气啊、所以、哦、各位都会、哦、在下课之前赶快哦，轻轻的都海我所以、哦、我们就是了解这个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回归本位都是活菩萨、哦、可以、啊、脱离凡尘的苦海不用受苦的、哦、那我们在凡尘的苦啊可以说、哦哦、没完没了啦、哦、只会越多、啊、不会越少那要越少的话要消失的话一定要从真如、哦、进入一真法界、啊、真如、哦、那个呢佛性本体你一进入了以后、哎、真的就是、啊哦、不起心动念、啊、所以、哦、起心动念、啊、叫做自生是不是自己产生然后我们、哦、自己产生的不要不自生然后呢不他生
他称就是外面的因缘，外面的因缘促成。哦，现在上看九义了，动不动心，不动啊，那个叫他生啊。哦，那我们不看，哎，那个凡尘事啊，有我们有得到那个上看九义哦，我们倒霉了，哎，所以哦不他生，然后不共生，就是啊。很多的因缘哦促成，刚好电影广告啊，刚好又朋友打电话来，我们去看电影。好啊，现在有空，这个叫共生了，还要不要？要。要啊。哦，所以我们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个无因生哦，就是我们哦胡思乱想。我们胡思乱想可以想得很宽广，对不对？对。那个就是哦无因生了，没有原因它生出来。哦，啊，所以这一些啊，我们都消除了，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全部啊都无生。那无生啊，我们就进入。无生华人，无生华人的当下就是阿罗汉，然后我们可以又进一层菩萨，又进一层佛，所以你要成佛最起码的根本就是无生华人，因为无生然后就没有灭，啊，无生无灭啊，是不是就回到本来，哎啊，所以那个是最根本，哦，就是无生。哎啊，所以在日常生活，我们要不要起心动念？看我们啊，要不要？哎，我们是希望不要了，可是不知不觉就起了，哎，那就生了，哦，那个叫自生，啊，糟糕了，你自己生啊，啊，要不要轮回？哎，就要了，就落入轮回，所以要记得，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安尼斗啊，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可以成就了，简不简单？很简单哦，对不对？啊，可以做啊，这个不是很困难。要是说呢，要我挑那个一百斤哦，我真的是投降。这个哦，这样来挑都挑不起来了，不要说单挑，单挑就是一边嘛哈，啊，我那个是平挑。也挑不起来，哦，可是这个啊，哎，不要起念头，这个是可以做到啊，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做到啊，啊，要不要做就看我们决心了啊，哦，你决定不要，哎，那要起心动念，马上知觉，灵敏的哦，那个真心啊，马上知觉，你要起心动念了哦，是不是可以遏止？嘿，哦，停止了，不要有，就不造业，哦，不自生可以达到了，哦，不他生也可以了，管他外面天塌下来，我都不管了，是不是万年都放下？哦，所以不，哦，不他生，然后不共生，很多一年撮合在一起，我不管，哦，不去理他了，哦，啊，也不无因生，有空就坐着。哦，当年很空闲的神仙最好了，对不对？哎，不要脑筋呢，拿一些有的没的来想，哦，害了自己啊，又很高兴。我们都这样啊，害了自己又很高兴，哦，所以哦，全部都不要了。啊，不要了以后，哎，我们就可以哦，回到无声。啊，无声呢，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了。啊，所以要知道啊，哦，现在那个哦，哎，要解决也是哦，要自己的愿力呀，啊。我说好，那你现在当油粉，当油粉哦，又可以帮助很多的哦众生。那众生现在啊，遇到困难的很多了，啊，你可以在默默无形之中呢，哦，你帮助他，啊，帮助他以后啊，哎，又把他。哦，不记在脑海，
你广行善事，你累积啊那个善的因缘，你的油粉啊它就有力道。那么油粉的力道啊一强了以后啊，它要往后啊要回天啊，它就有那一种自己啊可以啊这个上得去啦。那假如说不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你当游魂这边游那边游，你再游个几生几世啊都不会变化，这样好不好？不好，不好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既然都有求道了，而且有修了，只是方法不正确而已，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选择正确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受苦的阶段，所以一定呢要广行善事累积啊善的因缘，善的因缘一充足了我们那个佛性啊就有力道，有力道就可以回理天了最起码你先把万八逍遥先拿来，先抱住嘛，对不对？那往后的再来努力都有机会啦。那你假如现在一落入三恶道以后啊，糟糕了那个三恶道你看那个那个鸡鸭鹅啊，它有智慧去辨别吗？没有了啦它怎么苦它都不知道了啦所以一定的假如啦我们也当油粉的话，一定要广结善缘，帮助众生然后呢又呢能够不记在脑海，这样的话呢帮助我们自己啊，所以帮助别人啊就是帮助自己。竟然半个小时过去了，下课。